想说。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乐队演奏根据民歌翻身道情改编的器乐曲。 Thank you, Dingy Music Company, for this very rousing adaptation of the folk song New Beginning. 下面我们将邀请有西北歌王之美誉的王向荣先生和我们的王二妮同台演唱两首男女生对唱《五月散花》和《拜年》。那这两首歌曲呢，是取材于二人台。 二人台是中国一种小型的地方戏，那么在音乐上，它的表达是生动活泼，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也需要十分高超的演唱技巧。For our next two items, we are honored to have the King of Northwest Folk Song, Mr. Wang Xiangrong, our special guest tonight, joining Ms. Wang Er Ni for a duet. They will be treating us to two songs, Fallen Flowers in May and New Year Greetings.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Ms. Wang Er Ni and Mr. Wang Xiangrong. 有请二妮王向荣。 花花花花花花开呀，花开。
下一首曲子是《三十里铺》，他说的也是一个真人真事真地点的歌曲。歌曲是描述了叫王凤英的四妹子和叫郝增喜的三哥哥的凄美爱情故事。他们两人呢，青梅竹马，但是私定终身，被封建的家庭拆散了他们的婚姻。幸而他们在爱情上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之后是掐蒜台，写的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等待男朋友的一种既喜悦又不安的矛盾心情。而之后呢，您将听到的是一首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电影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Our next song is also inspired by a real life story. The 30 Mile Village tells of the touching love story of Wang Feng Ying and Hao Zeng Xi. For love.They persevere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now they live a peaceful life together with their big family in China. Following this song is another two love songs entitled Garlic Flowers and Brother, Please Return Soon. 掌声欢迎王尔妮指挥郑博士。
Hi.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而你，我们该怎么去参与这首演出呢？啊，那个《山丹丹飘花火夜夜》在中国就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大家都会唱。这首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完成，好不好？好吗？来，谢谢大家。可是，这个到快板的时候需要大家跟我配合一下。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就是哪儿是该我唱，哪儿是该大家唱，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到快板的时候，哦，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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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热腾腾的油糕，白上个爪，锅锅的米酒，捧个情人喝，一儿呀儿来吧哟！大家太聪明了，我还没说第二遍，全场只有我一个人不会唱。谢谢大家，好样的，谢谢。我想大家都准备好了，可以一起唱是吧？那个，我们到时候要唱三遍。三遍就可以了，我们还需要排练吗？郑老师会给我们一点协助吗？要不我们再练一次啊，我们练一次。郑老师，你的手势是什么？这样子，准备好了。我练一次，大家配合我一下。千家万户，哎呦，妈妈儿开，哎呦，快把那情人迎进来，一儿呀来吧哟。特别好，有，好像有人加了第二部跟第三部还是第四部，对吗？不错不错，那谢谢大家，我们从头开始。来，掌声欢迎王尔妮、郑少迪博士、鼎艺团。千家万户。
谢王安妮精彩的演出，感谢郑博士和体育团非常动情演出，来继续加油，请出我们的百灵鸟王安妮。你们不够热烈，清唱，掌声送给我们的百灵鸟。谢谢大家。我刚才问这个王恩妮小姐说，如果观众很热烈返场说你要唱什么呢，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想说几句话。我今天特别激动，因为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场音乐会，然后就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唱陕北民歌，我没有刻意的学过，就是听奶奶和妈妈他们唱，就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然后就唱陕北民歌唱了十几年，二十多年了有，年龄是秘密。我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我就好像生下来到现在一直在唱陕北民歌，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开独唱音乐会，就能够有机会到新加坡，到滨海艺术中心这个世界音乐殿堂，世界级的音乐殿堂，我特别激动。我昨天晚上凌晨四点才睡着。其实也不是紧张，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就是睡不着，然后我今天起来还特别特别的紧张，今天晚上可能发挥的是60%-70%吧。是，谢谢。但是我今天遇到了特别特别好的观众，给了我特别多的掌声，然后就是我刚开始上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紧张，就心跳的咚咚咚咚的，然后听到大家掌声越来越热烈，然后我的心就慢慢的就不跳了，不是，我就不紧张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希望是我音乐道路上的一个美好的开始，我真的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把陕北民歌唱到世界各地。谢谢。我还想说几句话，今天我特别要感谢郑朝吉老师，因为这场音乐会谢谢。我先说，因为这场音乐会是郑老师最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说他回中国开电视的时候发现了我，然后就促成了这场音乐会，在我内心深处我特别特别感谢他，真的谢谢郑老师。谢谢。也要感谢我们鼎乐团的所有老师今天晚上给我伴奏，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那最后我再为大家清唱几段陕北的一首民歌《个凉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对面山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 bid you all good night. 再会。Bye.